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。那我们前面四集已经 ……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到我们整理师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的房间第五集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哦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要来整理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身后的一些灯啊，还有一些控光设备，还有一些小小的配件，还有我们的小小的桌子也要给它整理干净。那我们想办法再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要来的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我们身后这些控光设备，有一些反光板啊，有一些柔光罩之类的，还有我们的灯具本身，还有我们的小桌子。然后还 ，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 ，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。今天来到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五集啦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来整理我们身后这些控光设备，还有灯具的部分，就我们的反光板啊、柔光罩啊，还有控光幕啊之类的，就把它整理干净，把它放到该有的位置。那我们身后这个小桌子也顺便一起整理，那么尽快在四五个小时内快速搞定。来吧 ，Let's go。